灵光幻美，妈是问爽没啦？这是灵光花台是不是啊？这是灵国华直播台吗？这是花轮 Gear 直播吗？去你妈！每个竟然都要问灵光幻美，当你室友啊？好吧，我是室友啊，不是啊？你看他不在嘛？他不在，而且没有吵。你只要听到后面没有人在吵，那就是还没回来。如果灵国华回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吵嘛？你们捏着懒趴问自己就好。他如果在，怎么可能不吵？我跟你讲，我过年买了个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室友，知道吗？薛宏伟你好，我们已收到你信用卡付款的，感谢你来耳库，超乎你想象的体验，就是很舒服的耳塞啊，买来送给我的室友，希望大家不要再被林国华骚扰了。要不要尝试六级进化 W？ 我以前很爱这么玩，以前很爱这么玩，但是除非对面有人马，或者是什么做人马跟伊芙琳以外吧，我不太会直接进化那个 W。对啊，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进化 Q 容错率高啦。第一是你撞到人一定会赢，打虽然你留不住他；第二是你刷怪一定比较快。特哥这两天如何准备数学考试？不用准备吧，数学不是平常有算就有分，没算就没分嘛。你如果说是国文还是英文，你背词啊，读课文，背一下默写，可能还会有分。数学你临时要算，其实没什么救啊。就是懂的人哦，他只要一个题型算一次或看过一次，他连算都不用算，他甚至看过一次，他都知道用什么公式去解它，要套什么公式进去，他自己就很清楚啊。啊，不懂的人你给他算100题，下次你庭院深深深几许改成庭院许许深许深，哎，他还是不会算，完全不数学了吧，特哥？怎么又嘴？我没有嘴。啊，就真的有些人真的很认真读半天，还是考30啊，然后跑来之后，干你俩人数也没看，怎么考85？去你妈！超气，他超气，他一定超气，我跟你保证。哎，干了，干妈好像交闪了，他真的横过来走我、啊，他真的是心理变态，这超气，就上来杀一波欧拉夫。真的就游戏结束，哎、欸，他没魔啊，你要不要刮他一下？看到了，喜安了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换掉了，没事，我帮你拉个线。My 专业，这就叫做专业。一般那种大市场的打野应该都不会这么拉，会这么拉的打野一定都是精英水平的。你们等一下看这兵线。他会自然，他被单杀，他以为我要跳啊！干你啊！哎、欸，干你很多人啊！去你妈！被轮奸哎，没事，你看这兵线。会这么拉的打，一定都是精英水平的。看赵信来不来？我看看。那我看看你有没有天眼通。Five minutes later。去你妈！不然是这样。废物！去你妈！秋啊，很会啊，很会。努力。斩杀！嗯，超低能、欸。他们这个点没有眼、欸，没有眼敢这样压、喔。今天是跨挖宝呢，这两个下路，我想说，一般敢这样压的基本上都有眼，没有眼他就是白痴。那如果他是一个白痴，也不需要我帮，我下路自然会赢。没想到我下路打输一个连眼都不会插就压在塔前的白痴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病呢，这赵信，不要被我干。白痴，故意骗他，我故意骗他，假装我想上，让他跟中路那个双人线过来发呆。浪费他们两个三个人的时间、啊，让老鼠可以推线，推出去隐形开大，再抓一波，完美，完美。我这波哎，干、欸、他们四个，好，那就是卡拉丁带，我们就在中路等，看哪一路的中间有空档可以抓。他四个要压塔，我们也可以抓。卡拉丁，你还踩兵啊？哎、欸，好爽，逼了赵信和大绝。Run。秒掉！可爱，太可爱了，赵信真他妈可爱。
别逼逼啦，就要十一等，还没叫我退，你连带线都不会带，还是叫？不想不想，大 ID 就告诉我他是送分仔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一番见识。妈，我这么强，这么 carry。我做的这么细节，我连推兵都推的这么细节，还要被他闪退灯。这年头好人难做。你看我这么肥，这么 carry， 又这么英俊，我仍然买了两根粉眼要来辅助这个团队。而你，好，他也有买，不错，那不嘴你了。宋爽没啦，啊是宋爽，哎、欸、没死哦，干你娘没孤立，七掰，哎、欸、有没有听到？free 他小，那些 free 他小，啊不就很 free， 啊不就很 free， 通通缓着，卡丁收全部，游戏结束啊 ，free 自己，free 自己，啊好厉害，哎好厉害，哎好厉害，哎缓着了，细节，太细节了，你有看到我那个金身吗？我抓准了立山左斜线，有没有？你们知道吗？三角形啊，那个最长边的。他从那个三角形的最长边切过来的时候，我拐一个比较远的路程，懂吗？我是三角形的。好的啦，好的啦，好的啦，你以为你他妈很屌是不是？你看，老鼠送头了，然后他不会死了。欸、这波是我的局。Q1 Q2 他扣一个 Q3 想戳我，骗了个红中，挺赚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想交闪好不好？跑去哪？走哪里去？赵信，赵信，赵信。到哪里去啦？废物，手光光，唉，不想多说了。C 了一波，你看他又要抢兵，哎，又想抢兵，到底是啥小？我杀了五个，我现在要推兵拆塔也不行了，是不是啦？先打野吃兵就是废物，是不是啦？打野吃兵他妈就爱找你，你就要骗我一下灯，是不是啦？我真的是去你妈这年头的人，还有个粉眼，就在你面前跳上来啦，你怎样？就在你面前走怪打分眼了。你怎样？他一定觉得我们北来，白痴，白痴，吃个果子再进场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掉了，没有啊，笨蛋！哎、欸、干，干你妈！哦，队友是有没有？不管了哦，带线喽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他怎么全死光了啦？在玩什么鸡巴啊？这些人要一波了啦！我天哪！玩什么鸡巴？真的是你吗？来，我就说是鳄鱼想下棋啊，他看到五个直接转狙送头、欸，这把应该有人值得红色的赞吧？看一下伤害有没有？我就说鳄鱼很想下棋啊，我没骗你啊，这真的很想下、喔、啊。鲁鲁也是他妈2200是在下，你是蠢猪吧？2200怎么可能30分钟只打了2200啊？你说是个布朗姆，布朗姆不会这么低啊？有什么角色可以这么低啊？我想不到哎、欸，随便一个塔里克应该都打了比2200多吧？好扯、喔，去你妈的鳄鱼！我收个赞。